主播会选鸡鸡五公分、180公分，还是居居十五公分、155公分？我应该会选居居五公分、180公分加居居十五公分跟155公分，然后玩三人行。我全都要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真的，我不玩，我不玩的呢，我不玩的呢，吓死我了，吓死宝宝了。我应该会选居居五公分，然后180的吧。嗯，主播我会玩三 P， 我不玩的，天哪，天哪，好可怕呀，好可怕呀。城里人真会玩，真的，我们真的乡下人不懂，我们真不懂。各项数值都155，那个连那个也是155。155是什么啊？你是擎155，你下面155是擎天柱是不是啊？是擎天大柱吗？你要顶天立地哦！天哪，我的单位是155，我的单位是 mm 哦。哦，雷卡是 mm， 155mm 等于 15.5cm， 等于。哦，15，我拿手比了一下，我拿我的拇指跟食指比了一下，哦，嗯，哦，好 ，understand， 还比一下，这是不是？因为你知道吗？光说是无法想象的，需要就是有点丈量。这是早餐堂可以听到的内容吗？没有，就是刚好。刚好就是大家就一直想要跟我聊这种内容，我也是很勉强，很勉强，害羞的脸红，害羞的脸红，夹着腿跟你们聊这些。嗯，真的，我就是情非得已，情非得已，是这样用吗？只有害羞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绝对有可能。但是来补档看一下平常怎么聊天好了，好啊，你可以去补啊，我平常聊天都瞎鸡巴正常，真的应该啦，我等下先去看一下，有点不确定，但是应该还蛮正常的。讲的脸不红气不喘，没有，我讲的脸红，我讲的很脸红啊，气很喘啊，知道吗？